人间冷暖情为贵，世事沧桑欲坚强。欢迎收看《大家来讲台语》，欢迎收看《大家来讲台语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吴乐天他在他的节目中最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人间冷暖情为贵。”世事沧桑欲坚强。说到吴乐天这个人啊，年轻朋友或许不认识他，但是他在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他是在广播节目、电台主持节目说故事给大家听的。他说过的故事有《未央孙》啊，《宫本武宗》啊，《死人啊千》啊。聊天钉啊，其中啊就是以聊天钉最广为人知。那时候我们呢、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听他的节目的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介绍这句话，它大概意思是在讲什么。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，在人世间啊，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但是情永远是最珍贵的，不管是亲情也好，友情也好，爱情也好，情永远都是最珍贵的。遇到啊，越艰难、越困难、越难克服的事情，我们就越要去坚强的面对它，去克服它，这样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句话大概讲的意思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复习一遍这句话：人间冷暖情为贵，世事沧桑欲坚强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感谢各位。